这个拿两饼，这个小的拿一饼。印钞有没有？香辣纸泡，加这个印钞。现在上魂买的香辣纸泡都买好了，等一下准备就回去了。现在跟我妈妈准备回去了，买了几朵鲜花。到家了，现在准备跟我爸妈还有我哥准备去上坟祭走了。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去山上。这个是我爷爷奶奶的墓碑。现在全部把这坟前的杂草全部都除了，今天天气有点热，满头大汗的。现在准备上香了，烧纸了。因为我们之前的老祖坟就是比较分散，就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好，云儿丢好一点哈。这一下烧了好多亿啊！多烧点钱给你老祖婆用，他没钱用，我们多烧一点给他，好吧？哎，这里。哎，上的是我那个太祖婆的坟，现在上完了，再接下来就上我爷爷奶奶的这个坟。现在到了我爷爷奶奶的这个墓碑跟前。烧香烧纸，保佑我们后人平平安安。爷爷奶奶的魂都散完了，现在点鞭炮了。现在我爷爷奶奶的魂已经散完了，这里就到了我那个老祖坟这里来了，是最早的一个魂是在这边。应该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祭完老祖坟了，现在我们准备回家了。就是说以后在外面多忙，生意做多大，还是要祭祖的，因为对先人还是一种孝顺的方式。这种清明节在我们中国来说的话是一种很好的传统美德，每年都会过来进行一次扫墓。这一次清明节我提前祭走，因为是过几天要去广东了，因为之后可能就没时间，所以这一次就喊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哥一起过来把这个香纸都烧了。烧完之后希望我们的老祖先就可以保佑我们子孙后代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